走就行，到时候那个追光可以向他的贡献哈。我应该扶着大龙上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一边的。背着我呗。啊？背着我。我这样把你架着。你找一个轮椅，然后就把他推上来就行，知道吗？要是我们作为男团的车队，是吧？我们先唱一支中文歌，让他慢慢上。这样你们唱，我就来这溜达。对，你看，一点点就。好。